安怎去鉴定，就是安怎去知影，安怎去清楚是不是这个时间是上帝时间 ？Identification of God's time， 就是安怎去分辨上帝时间？明白我意思吗？你讲做啥物件，当时啊，我唔知讲，哎呀，对唔对？是不是上帝旨意？是不是高粱声做了？是不是大粱声应该行，应该决定？那是不是只坎坷在啊？上帝时间其实无坎坷在。上帝是我的神，然后伊对待伊的儿子隆重真正好个，阿咩咯？所以伊喺度讲话的，你知未？你要明白圣灵阿咩个讲话，安怎带领你前路去？那咱挂啥圣经？咱挂是挂经文，拍开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二到个三十三节。Matthew 24 verse 2 to 33 耶稣在这边说了一句，注意啊，耶稣说你人可以住在无花果树学一个办法，当这个树枝发起一个枝的向的时候，你人就知道夏天来了，夏天就是热天，夏天呢 ，summer 来了 ，OK。啊，你看我看到这个代志，就叫本真呀。这个耶稣就是本身奇妙，所以门口的。这段圣经啥物事呢？这段圣经耶稣就是耶门徒问耶稣，阿得来，你第时来？你讲怎么讲？第你为着对来，为着对来，你第时来？伊拉无明白耶稣讲的话。耶稣在啲圣经里面开始出来做工。三十岁，点先开始出来做工，点先？伊常常讲到后头嘅物件，常常 prophesy 将要发生嘅物件，末世嘅物件，会发生嘅物件，伊咪甲你讲到，甲人讲到，我未定二十二个，我未受苦受难二十二个啦，你死了二十二个，你我讲你不知我，我这个物件是坎坷明白嘅，因为暂时未到看未到过，唔知我会发生嘅物件。然后耶稣讲，伊死了，点声？哇哟！伊要升天了，然后伊个要搁再来。然后人问伊，点声？伊无甲人讲，我是发顶礼拜，佮传我甲人讲面，我甲讲请真个上帝庇护咱人在，知唔知？因为迄个是天机，天机啦，天底个代志，所以咱未在就知影，阮无方便，无够点声，甲咱人讲话。所以耶稣就教了一个办法，伊讲你看，当今我讲的预言个了，将要发生。当你看到我讲的后头的代志，伊发生个了，啥你就知影，我就要来了。就相当看到无花果树开始发起，迄个枝的向了啥，你就知影夏天到了。那也是话，耶稣讲了。这段比喻的点子，其实大家明白的，因为大地伊人的所在咧，无花果树是规家咯有诶。当伊看到咧，叶落来了，打起无花果树，开始生叶的点子，哦，夏天来啊。那六月开始，到到八月，到马来西亚啥物冬啊？啊，狗或者阿叔，你讲是老年多啦，啊，咁啊。六月到八月就是咱人变冷嘅。榴莲冬对不对？其他的酒的唔知，一样点点钱汤点油的，冰冷的葡萄柚呢，对好料呢，就是到底六月到八月的冬来，对不对？啊，咱知影讲，哎，六月要到了，就是榴莲发，榴莲要到了，对不对？对不对？啊，相关的，耶稣就讲到，伊讲那是讲你看到无花果树开始发，你真的去为点先知影讲？夏天到了，耶稣用这比喻来代表讲，你要学啥物件？你看到我讲的话发生的点子啊？你就知影，我要来啊！你看，耶稣意思讲啦，安怎去分辨上帝点子啦？上帝点子有伊的情形的，有伊的办法帮助咱明白伊点子。咱
咱来看上帝用什么办法来让咱明白伊的点声来传了人，好不好？感谢主啊，爸爸你白白，咱主耶稣来帮助你。咱平安老主提祈祷，主耶稣啊，求你圣名，我求主祝福我兄弟姊妹，可以明白你旨意，呼求伊人的心灵常常正清楚的传了，叫咱大家自己自己行到你旨意内面来帮助。我感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你讲，阿门，阿门，注意啊！弟兄们，来看耶稣用啲办法，圣灵用啲办法来传咧。头一个，大家讲感动，感动。嗱，你咪知是咪上帝音声，是咪上帝旨意咧？你就咪去看佢心内边嘅感动，感动。Identification of your effectually in 感动，咪看你感动。圣灵用感动来传了啦，咱看几段的圣灵章，要咱看圣灵安怎传了啦，咱看头一段在滴，Second Chronicle 第十八章31节到32节，第二就是三位记上20章6节，第三来讲太书2章8节，第四就是太上老人家前书5章19节啊，咱来看。好说听一下，历代志的18章31节到32节，圣经看一个，哪一段？圣经记载了这个，这边有人讲，那车被吊看到约瑟法，就安尼讲，这个也就是以色列王，要转去改正见，约瑟法就会将有法去帮助伊，使感动的人离开。车车变调，看唔是色狼，就转移无得对杀伊啦。哈，圣灵感动约瑟法的敌人离开，当这个敌人要来见你的点声，要来攻击你的点声，伊点声无够，上帝保守伊，伊唔是这个敌人所要拍的目标，所以圣灵使你嚟。感动，大家感动，感动，感动，感动！佢哋俾嚟对杀，俾嚟拼，俾嚟攻击，约瑟法的兵离开。哦，你看到上帝感动，第二老师你就要讲，感谢主，感谢主。当然明白了，放下去嘛，就是放下去。用感动来传了，他们是感动，感动就是拿到这段人内心里面更加的叮当，圣灵从你心里面讲话，推动你，让你心里面鼓动，叮当。然后你心里面呢，有一种的，有种的冲动，要去做啥物件。然后这个冲动是无停的，无停的发生，一刀比一刀的更加重，这个叫做感动。咱过来看，第二在三位之上第10章下第6节，圣经讲耶和华的灵也叫大大感动，何如就甲伊人病病。受感动讲话，我变做一个新人。大圣经就是记载扫罗王阿位做王，你知唔知啊？上帝建议做一些人王，都用伊灵来感动伊，所以变做先知讲出嗰啲预言的话。然后之外，即边我来讲，神嘅感动对啲人嘅生命有啥？可以讲出先知的话，感动。Okay? 第三十四年集，在《加拉太书》2章8节，伊咪就讲，迄感动彼得嘅，就叫伊为了受割礼人做使徒，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啊，你看到保罗就讲啥物件？圣灵感动我，甲感动彼得无啥嘅感动，感动彼得是向了犹太人嘅传福音，做犹太人嘅使徒。感动我是去外口的，去外口向了，迄个唔是犹太人的人来传福音，啊，你看到？
波羅者情操聲明金道義退殺義齊天義大義學義教義學義行這條路以情操聲明金道義會不會是大聲義的天山王李家鄭書記我都高仔並說不能受別聲明金道所以這句話你看到主耶穌按照我們在國是不是他的音聲按照我們明白他的旨意頭上的事都要分別你心裡面的感動大家說感動都受感動過了都有何主來感動都做成的事那現在說要明白成的事他們是真的感動不要緊真的感動是滴滴來滴滴淡的滴滴來滴滴深的滴滴來滴滴弱的比如說上帝會去找一個人他在心裡面就想到他的病啊呼出來啊他的名字就呼出來啊是不是他們好多想到他這些父母或者朋友啦那是聖靈感動路去找他去幫助他有事情了聖靈的用路去救他這些感動比如說你經常感的人生 OK 啊這些感呢啊聖靈帶路他們去找他去找這些感去卡進來行進來，這是一個感動，也重要，OK？然後，上帝啊，這個感動，我念念，咦，哇哦，哇感動，我都聽到一個聲，聖靈的聲，跟你講話，無停的跟你講話，叫你做什麼物件，叫你做什麼物件，第二殺，殺到無做不未使，就上加聖經來的道理，以亞利米先知所講的，你講那是講話吹，那是無講出來呀。喂，都頭上笑咧，我問，我未答。波羅咁講，但是我無存可以問，我就尷尬，我債務咧，我債務點救我咧？喂，迫切啊！到底喂聲啊，迫切就到底存可以問，即叫做尷尬，明白唔？喺集會會諗先，話善先學細珠，你就只要冇得善客。集會會諗先，甚至我大啲啫咧，多啲即係波衣 design 做拍片，波衣 design 做拍片，慢慢會前緊張做拍片。呢就係所謂線路大概是過百個，業間過百個，靠個 EBF 索數從四百十二項。了，我兜兜用係集團字咧，所以兜行完過就開集團字，就從四百二十二項。即四百十二項咧。我俾各位買甚至，我係百分之個，我係百分之好啲人攞到啦。所以要有呢件大計，亦都好攰啦，強強都好攰啊！上帝啊，長話都好攰。阿婆就是教得每每次你買咧，開始無理啊，一頭痛上就嚟揾你。我就出鳥咧，我哋啲沙姑咧咩意味啊？啲妓女啊，平平嗰啲算唔到會啊？教得會唔會啊？好啊，咁就等於吞咩意味啊？吞妓女啊，就啦。啊！即係是喂，甚至租緊就租緊，甚至嗰陣我先上租。但係呢度係交會話 van 啦、阿咩茶店班啦、幾多會多啦、幾多會啦，係啦，青少年啦、兒童教會啦、雅士啦，做緊啦，邊人？我肯定我做緊邊人啲啦。因為我哋講話麻痹片啊，個傳媒，我想唔想我辦幾個人多啲嘢？依嘢就係你出潮卡嘅呀，可以用啲人攰啊，食人啤啲人，俾人買 ice cream 啊，俾人攰啊，咁。因為做阿姐啊，大家知啊，嗰啲大家話會啊，嗰啲即係即係咁會生命啊，抽抽嘢捱臨命抽抽嘢，依啲阿伯咧，大家知啊，後尾滯咗就怪嘅，怪啊，是私嘅呢邊咯。嗱，即係阿伯喺度上上擺喺廚邊，居然係麻痹咁白嘅咯，就係因為麻豆溝料有兩個工咧，我度夾啲台煙過去，執台煙去，又慢慢啲契喺度做嘅，如果只能多做啲嘢啊，就。因為自我對廚嘅陣時啊，呢陣時都好巡遊。我對廚嘅陣時啊，行緊咪麻我講粗啊。有邊度啊？喺你面嗰一隻啊，就菇糊嚟啊。嗱，基本上話依攞嗰啲窿車，都是學，咪講學窿車咪窿車咯，係咪啦？啊，因為只講講粗話，我今屆上面只我只係站硬啊，只係站硬啊，突然間心靈感動啊，係咁感動。感動。感動啊！你知唔知？叫乜叫海淚？海淚
哎，面谱伊人个，即面骨也是面谱人个看面面难得谱呢。我虽然讲得是莫非就沉淀就听听，但是我不是无咁大官，我穿衫就去开始啊，穿嗰些衫去教会、基督会拍吉他、念诗。等我念诗个当时，伊感动更加重啦。我卜卜卜，伊面面谱伊来啊，谱来了，叫我回去去看伊，传伊来，传我伊来听。然后连骨髓，心里面感动我，伊暂时我未记啊，甚至百五两百咧，你知道？我的心脑差不多只有一半了，也无伊了。哇喂，莫非？然后心里感动我，连我莫非就藏起来了？我莫非藏起来了？是啊，我听到这声啊，是不是啊？哇，我就听见了，哇，好一半，我心脑想改了了，一半是四万几块，我一半剩剩剩五百几块，我嘛是各种。对不对？哇！但是啊，这哇，这面啊，这土啊，这这心里面感动起来，一动啊，叫我来叫你去唱给我听。哇！我的心里面哇乱啊，真乱啊，真正过度的感动，我就对口出，跪眉离婚啊，跪眉一面，这土起来，土起来，土起来，然后你跟我讲，你跪在泪声，在百五六百，百五六百，你土起来之后。叫我直接传到你面前，哇！真大嘅感动，我悲观啊！到今每日我信服咗，我起嚟祈祷我，圣灵啊，我信服，总之我有人知道你马仔，我可以，然后传到你面前，我只系祈祷咧，我心平安啦，悲观啦。明仔呢组间下播天系点先咧？我都唔制作噶咯喎，都唔把钱做烂啦。所以我找一位我的表兄弟，就是政府，政府的孩子，知道吗？往来这里的摩托就载我，像是我载的载我名字要载我让他换一边出去要去找那个阿姐，也就是父亲来我来讲小面前，我说你感动我，我要去找他了，他就对我不去，这孩子是在门口的，你们不知道去过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很多手，我很多手去的，我都見到佢隨車諗咗，其實我係心裏邊咧是希望全部丟你哋嘅啫，全部丟喺邊度咧？撩都明白哦。因為一行到攞幾塊柱啊，公面上面咁啫，我係跌起嘅啦，喺石崗石坡邊啊跌起。起到我落看到是安弟啊、鬼啊，行啲路邊嘅，有一個安弟邊度，一個安弟行喺度。嗱，我話我啲妹咯，我話阿姨阿姨啊。我唔知啊，你把话都把一个阿姐啊，搭架车后尾在仓库，喂，话未讲了，侬知知知知，迄个阿姐嘛，我传落去，未卡出个面威啊，这威啊，丢了了，我传我自家也传外口，因为好大滴也传头前头前见了了，我安尼都好个样，你话难看，姓名也高高，你就传遐多。加钱就会了，准准的了，无招抓了，加厉害的了。我就是头起个业主，免吹免光，头起个业主可能也卡掉的嘞，黑毛灰掉嘞，掉灰。这里搞伊，看到我就真奇怪，很冷啊嘛。我在这边加了只安乐，加了只皮料嘛。我就看到伊，看到我就讲，我阿姐啊，我是高等来的啦，红高等来的啦。我讲这里是。亚索好路的了，啊路啊伊了，你看我只奇怪亏的，俺们来看，大面就是我要学伊位了，我要学人学伊位，我以前看到这位人家，我要老了，你讲我已经饿死你，我做咁个浪车，我卡住，我是老马要迟，伊就知件事就过来赔了，伊老马我个知一回回就交落去俾你，佢就我未曾做咁，我真感动。你感動咗我姊妹係講福音，我阿姐耶穌聽到耶穌叫我嚟，耶穌要救你，耶穌要醫治你，要幫助你，你是真心，你都要信耶穌，我就當定睛，全家信了耶穌，把張票同你啊，你啊，又講到呢度前嗰陣時，浪費錢交俾佢，我話嘅，浪費錢交俾。我离开为主，吃苦不可能让这个问题。过后，吃完了，啊，
但是伊个问题解决啦，我个问题来了啦。但是我甲你讲，我若做主会干啊，你真满意哦。虽然你讲啊有投资，但是到到尾，你真你欢喜投钱啦。我讲，你来讲清楚啦，两个都真欢喜，分享见证啦。我咪心真欢喜，真未记我讲，我烦恼啦，哎呀，死就死啊，总之上帝安排，我咱笑啦。一阵日过后咧，咁声，大概是一礼拜，也是一礼拜内两摆过，我上落去一个按摩的茶点班咧。即阿摩喺茶店班，呢是我係肥佬讀書，我去白會人咧，咁先。我就前面拍其他位人，然後一人咧就教埋個 study， 我就顧阿摩顧顧埋個 study， 我喂阿摩代表我嚟，我埋個 study 聽下讀書，我真係識聽下讀書，係講到，就係講到了，咁先。依讀書就 lose another one 啦，依讀書我哋全部人啦，是就拍勁驚啦，就 lose 嚟 another one。我講咩嘢咧？依講咩就？你咩會？你唔明債，總之你燒起來，起樓咩嘅債，我唔明你講，你燒起來點啦？係啊，我真奇怪啦，都唔明聽唔到，即係了啦，我話住話溝嚟燒嚟見準咯，我開啊冇嚟掛，我即係開啊冇嚟掛，內面咧唔攞背，我害阿姐女啊，攞背啊，我派出個兄弟阿女啊。感動物，要變老奶屋主嗰啲奇妙嗰啲先至冇得做呢間嘅，有冇先？你唔應該無欠人嘅呀？然後我同你講就咩嘢？喺呢一位置，我做主嘅間，頭家無欺我善路，上帝欺我善路，係咪咯？馬上變上帝啊！你啊，你講我可以，我可以話嘛，係咪？一上帝我唔打波嘛。佢哋做嘢為善佬話驚咯，哇！一陣為啲善佬真係好攰啊，佢又咩只咩件嘢啊，同埋又咧，哈哈哈！主看何故笑？但係先問，即係佢是感動，係咪是感動？感動是無停嘅到你心嚟而殺，而殺，而你講講話，而你講話，一刀比一刀嘅彈，一刀比一刀嘅清楚，無走出來，即叫做真正嘅感動。那是講。你感動一下了，會點聲？明仔載就無去啊！你唔是感動，迄叫做情緒波動，明白嗎？就是你 emotion， 你唔是感動。真正感動是真清楚的，一刀、兩刀，做工對對伊的話行，你話到平安的，這個叫做感動，真清楚的，明白嗎？你聽嗎？那聽清楚嗎？安怎去明白上帝点声？知影上帝点声？你要去 check identify 去分辨，圣灵在对你心内面的感动，阿妹咯，弟兄们，来第二个来看，上帝用什么办法来让咱人明白个旨意？那我第二，大家平安。那你要看你心内面有平安哦，只要囡仔。要看你心有平安，咱看即个外圣经章，圣经人讲《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15》，甲《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Second Thessalonians chapter 3 verse 16》，圣经人讲。要咩叫基督耶稣的平安在你的心内做主？第一讲在你心内做主，心内做主。佢是咩？平安，平安，在你心内，心内做主，感谢主啊！第二个圣经节，保罗佢哋讲嘛，万事平安的主，随时随处亲自和路人平安，就是无论合唔合声。无论何啲大事，主耶稣会平安会领教你。那你明白主话人之外，保罗同啲咁艰难、咁想会经历成嘅关系，伊要做成物件，咁先啊。那是有主嘅平安在啲内面咧，吓掉了。迄个就是上帝咁先，迄个就是上帝传领，迄个就是圣灵嘅感动。那也是为，你要决定成物件，要经成物件，要行一条路，要做成大事，咁先。
你祈祷了，除非无祈祷啦哈，你无祈祷无话讲。你若是一个熟灵的人，听主的人，凡事拢要教条主的旨意的人，你会将各项代志拢交予圣灵，交予主耶稣，然后让伊来带领你行。当你是安款的人的当时，主耶稣就甲你讲的话，带领你头前的道路，教你安怎行，安怎做，然后安怎分辨是真的当时。那伊就用平安在你心内。你要经一个暗的感觉，你平安；你要做，你要买一个物件，你平安；你要经一个工的感觉，你平安；你要去一个所在的感觉，你平安。那是讲你心无平安，祈祷了无平安，真正乱呢。啊，你再讲，主圣灵叫你扎住了。要你要做咩呢？等，大家讲等。看，那还是慢，你要等，慢慢等待。望做咩关键？继续祈祷。凡事圣灵动金海路平安，等我哋祈祷，祈祷，祈祷，你开始平安哈！你就是都是圣灵嘅感谢，你叫你行，你使行。那是你哋祈祷叫你无平安，而来而动，而来而动，而乱而心而乱，我咁就知影咯。唔是了，你就望行嗰啲思路条，明白唔？明白唔？那像姊妹，那咱做主的家己，有主传呢，主要传的福气多咯，正的多咯，传家己咯，你就要对上帝的感动，看你心里面平安无？当主那是在你心里面很乱的东西，你怎样不是上帝旨意？你唔能提起，唔能听讲，因为我行的都是无了的，明白无？我跟你讲一个见证，我顶住去一年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想招待我，伊是做出纳，入口出口出纳的生意，好野人嘞。然后伊要开一个厂，要卖地、投资地。然后咧 agent 咧就介绍一个片地，看我真水哦。现在只讲地我够大不着，我够稳定。一心来就什么样啦？伊也无了做，就做起几多生，为什么买买了就无问题啊？然后伊也无了开始几多，因为几多，但是伊也无了加信心，伊要求做钱，伊也无感觉心乱，伊无愈看见地愈心乱，感觉无面对面。那所以他妈伊无看见听到这，原来个所在啊，是家是抢人的。我在边一段驾驶枪啊！一喊就是哇，听听讲讲哦，伊 A 咧连不顺不顺不顺，就是心里想要憋着，后面又要听又惊咯。但是伊唔好心无平安，佢就出在只有烧正啦，烧正有淡薄有淡薄即个教路啦，淡薄教路。但是教教尾咧，伊唔好认输啦，伊按不决定，唔好变怎是不是？伊唔好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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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惊是半点声无？同样一暗度到一朋友，原来一朋友要买些地咯，那一朋友啊就是听着，要买了两声听着一个一个，骨一个朋友就是讲到一个大头家买的地，就咪同样嘛，下底地了，发觉到伊边啊有加晒枪啊，根本无着伊块地啦，根本烧着伊块地啊，卖买些地啦，所以伊看到我伊赶紧买，然后伊交代我即个姊妹暗度去。对好忘记咯，假设地买了啊，把刀子砍过未出了，我同你讲，然后你所在多地是爆炸咯，唔知系只有唯一嘅地喺度，你听听听咧同时啊，你想想，嗰时问我，啊之前你看到一片地，一块地，你看咧唔熟解，但是伊嗰时摆伊看咧地咁先，心灵感动嘅，伊唔好平安，伊咪开始有平安，然后我倾落去咁啊，哎呢只地啊。边只的地个蚂蚁，然后只的地讲到尾，真正深深的研究的东西，原来只地同咩咩啊，之前看得无水啊，是较适合过迄只地来起厂。哇、哦！伊感恩，一好开财，心情感动哇！大家姊妹平安，看你心平安啊，无平安佫怎样？你若一个挖苦主的人，心灵的创伤都袂记，都担心。但是你要顺服。聖靈的傳領，
你要 check 看你心平安哦。等你心平安，你临时过在祈祷，哇，主来就平安，主来就欢喜喜乐，你就去做，听就成功。那是心内的感觉正乱，你要停者，看方向，看世面，然后过在行的淡薄临时啊，你看你平安有来哟。那是无平安，更加乱，唔通了，唔通了。这是出的事，确实困难无，也是确实困难，我们帮咱家己，因为这个不是主要给你的，伊要给你的更加好，你会看旁边人啦，平安，或者讲上帝传了你啦，明白哦？所以你要了明白，上帝点声，问俾上帝点声，看你心的平安，他把你接来，讲看你心的平安，心的平安，感谢主。第三，咱那是讲，咱有感动，有平安。但是咱都未做不掂喎，聖靈何用第三嘅辦法嚟分別呢啲事啊？咱唔嚟講啊！來，大家講，看大事嘅變動，嚟大事嘅變動 ，identification of things change， 看啲大事有冇啲難，看啲整體，看啲發展，看啲 process 嘅啲事啊，發生有咩大事，嗱咩未起啊？主若祝福你啊，大家是好的。主若带了你，大项面件你看起来情形拢总顺利的。然后主若是予你的无乱的，就算若是讲歹去的，比如讲无是各项面件，但是伊面件就是发生好好啊，啊你心内面啥无咩介意啊，无咩爱来讲啊，啊你行到街边时啊，你看到主来讲话，你倒头要看哇，遐主的路是对的咯。我唔係我行咯，但是我冇行嚟講，我冇對嚟講啊，哎呀怕生咯，啊你咁解嚟翻嚟，所以凡事咁先人冇講只暑假，冇講只愛意，那是主俾傳呢一句啊，呢大事變得順利，就是你都未行落去，你就行嚟，咁咪有事噶啦。啊到後邊我嚟講，就是講那是唔是主何路嘅啊，大事都有事啊，怕死㗎咩？怕死㗎咩？啊！你再讲，这个不是主的音声，所以你要按照明白是咪对主的音声咧？你看伊大事的变动 ，How the things change? How is the process? 你要看伊的变动，伊发展。所以，等你不敢讲啊，做几多多都袂记，你袂晓学长物件，叫做等，大家讲等，听候主。咱主的传咧，免听讲咧，是女的就是女的，唔是女的就唔是女的，是女的上帝给女的无人的野招的对叫，来老给女的，他办了后面是野招的，唔是女的，你年年去招，不无用，害死女的，明白哦？所以你记住物件，上帝传咧是样准的，是样好势，你会明白的，你会看到，你会清楚的，阿门。上帝，我看到天天教会，就是讲天天教会，我哋讲天天教，我哋唔加开，因为我叫人报名，但是无贵嘅报名，无超过十嘅报名，我加出个唔满意就，但是我系心里面感动，只清楚，只清楚是咩？咱行教会，咱行唔该大，教会咱行嚟唔该得救，但教会咱行，然后咱人该行，行到国家治理，我教会该发展，所以只清楚跟我讲话咧，对啦。然后我感动是大地名嘅，但是我唔敢拉落去啊，因为我上车前面咧，我亏咧小猫两三只，我话先卖还了，然后我人咧用咧，当时我咪揪啲人来艰苦咧，然后我行落去嘅当时啊，有那是讲无人咧，十个人来啊，已经多嘅，你知道，十个人咧，下礼拜我计将外人咧从八人，你知道，我一次计定无人从四人，我系住边人亏，我上车前面啲，因为我系目标是将无人咧亏，将无人亏啦，我命冇啊。你知道无人报名，你报名报名无人报名，但是我系保行样，一句话就是感动嘛，来咯，你开声，你加下开，开一路人来了，我讲对哦，你无开拢系债咯，系你生意好啊嘛，哦，我开，年年开，只开落去啦，头刀六开人，第二刀吃六开人，第三刀七开人，第四刀六开人。站位第五刀八十几人，我伫咧二段，伫咧二节，啊，即个就是我看到上帝在这项大事内面的传命，伊成功，明白？所以啊，姊妹，
你若是熟人人爱主的人，你予主来传扬的人，你要用这三样物件来分别上帝的善良。头一个来讲，感动，感动，你看上帝在伊心内边那推杀路，安怎甲你讲话，安怎传扬路，安怎直直推杀路，直直何路一话，何路看到效应，何路感动，传路行，这就感动。第二。你分别你平安，当上帝带领过，咱才得到平安呢。你做落去，咱要平安呢。当是上帝带领过，才得无平安呢。思想上心内面乱，心内面乱，咱才唔通做呢个定。会记，兄弟姊妹，万做不定，继续祈祷，祈祷甲上帝带你第二条路行，啊，无就祈祷甲生命可能平安为止，明白吗？第三，你要看，那是上帝带领的。爱之变动好事，乃是愈行愈好事，愈行愈顺利，愈行愈快，愈行愈祝福蒙福，愈行愈喜乐的，这就是神的传扬，明白用？那姊妹，当你要明白上帝时间有坎坷，无坎坷的，你要用这三样物件来分别，是不是上帝时间？阿门啦！啊，来来，别来讲来，好起来。感动，感动。第二个平安，平安。第三个大事的变动，大事的变动。你就知影是上帝真正。阿门哦，阿爸起来祈祷。就阳光，阿姊妹。